好啊，告义情！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，不仅不躲，还在我眼皮底下，出手相救，算是一条好汉。可惜呀，你我是仇人，是对头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？ 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。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，还有简单的行李，再提醒你一句：千万不要自作主张，贸然回到这个城市，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通知你。 火车站就在前面，下车吧。开了，天凉了啊！马上要开了，马上要开了。
和那边秘密交易，可这期间得有像小上爷这样的明白人两边搭。 之力呢？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！<笑>这个人中了我一枪，必须封锁所有路口。阿姨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。
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。啊，来就来呗，又带好吃的。实话跟你说，其实你每次带来的吃的，我吃的都比春霞多。看得出来。林夫人，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。好。来，干嘛？ 干嘛呀？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？记得，有什么新发现？你现在有空吗？干嘛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来，走。喂。
千山万总，你这赌气真是出神入化呀！佩服佩服，你们这么多钱，太谢谢了。举手之劳，走吧。好，请你走。千山万总，魏王，你带我见的就是他。没错，就是魏王。我怀疑那天把春夏劫走的就是他。抓住！ 快快快快快走！想走？没那么容易。老萧，怎么输了不服气？萧胖子，纵横赌场十几年，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。<笑>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。我知道你小子。 手上你还带有乾坤呢。认赌服输，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，今天输给我。
有事吗？老板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老家有个相好，我想回家结婚，不想干了。红鸾呐，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，你这一走，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？老板，我都有了，您就是不让我走，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。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，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，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，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。先去看看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
查了一晚上，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当初害春霞那个人啊？先说说你的收获吧，在后台找到什么了？我可知道，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，太恐怖了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你呢？我。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。哎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真对你很失望。算了，想办法再查呗。徐查理已经确定，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。 她就是你的好姐妹。嗯，她叫宁薇。身条不错，相貌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这身手怎么样。 身手确实不错，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。是，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，不过他去世之后，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。嗯，好，强将手下吴若冰，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，那就是你吧？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。<笑>谢谢老板。
是你啊。你在这干嘛呢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徐律师，请用茶。啊。其实啊，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，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，是吧？是，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，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。这是在下的不是，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震天门拜码头的，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，不问世事很多年了，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。哎呀，修什么禅呢？那是啊，不想见人的借口。现在啊，我把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，帮我打理，哎，落得个清净，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，才能逍遥自处嘛。徐律师，你阅人无数，在这个世上，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？啊，爹，您这话一半对，一半错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什么是对？什么是错呀？只求眼前耳边清净，才落得心静安乐，这便是错。殊不知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爹，您念经这么多年，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？哈哈哈！爹胸襟不够，不够修为。哎，那对的地方呢？爹。哎哎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，不过说到赏菊啊，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。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，喝完茶出去看看。好，相请不若偶遇。好。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随喜啊？好，我来这儿这么久，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。哎呀，那传说是真的呀！哦，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七岁那年呢，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香，哎，看见一个老和尚，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，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，钱财啊那不在话下，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，旁人听了都在笑。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？可我那个时候啊，就暗暗立愿，有朝一日手持权柄，高视黄海。啊，邵先生，您真是右立大志的典范。哎呀，白云苍狗，转眼呐就几十年了，现在才知道。富贵又如何，权势又如何呀？